音乐人冯咏琪呢日为自己创作嘅新歌拍摄 MV， Vicky 喺1996年凭住帮郑秀文作曲嘅《放不低》入行，20多年嚟为众多歌手创作过唔少大热歌曲。近年佢同麦浚龙合作无间 ，Vicky 就话非常欣赏对方嘅冒险精神。Juno 系另一个非常之天马行空嘅人啦，咁其实我觉得其实佢系容许到我将我之前不敢想象的東西去在他身上呈現出來，所以我不多不少覺得這個階段的我呢是都有受到Juno 的一些願意去踏出我自己和超越我自己，去試一下一些我之前不敢想的東西。其實有沒有一些音樂人，這些香港的音樂人，你自己是很想跟他合作而從來又沒合作過這樣？成長的過程裡面呢是非常非常之喜歡林憶蓮的，其實我經常都有個想像，就是我一日仲係創作緊，我唔知道終會有冇有一個機會可以為佢創作啦。咁呢一個係心願嚟嘅。Vicky 形容自己嘅作品喺樂壇中屬於較偏鋒類型，亦有指佢創作嘅歌曲演唱難度較高。佢就話會繼續堅持自己嘅風格啊。其實我寫嘅曲咧係好我嘅，好有我的特色嘅。咁如果係有歌手覺得可能相對冇咁容易 handle 嘅話，其實係我諗係一種我對個 melody 嘅一種要求嘅呈現咯。我唔係好想覺得我為咗因為覺得聽眾容易啲接受或者歌手容易唱，所以我就去叫做調整我自己嘅 melody。但係如果個歌手係覺得 believe 我寫嘅 melody 係即係呈現到佢嘅想法嘅話咧，其實就好似大家一種互相嘅創作。Vicky 嚟緊11月更會開作品展，佢就強調個音樂會唔係單純回顧自己創作，預告會將自己嘅流行曲作品改以藝術方式去呈現俾樂迷。